我心里有火花，点燃他们，让他们发亮。我想知道有没有一首歌，可以一听到就让全世界安静。我想知道有没有一扇门，可以一打开就到达完美的路。我想知道有没有一种规则，可以不用去遵循。我还想知道有没有一种鸟，可以不用去飞。如果没有，那就让全世界都可以听到我。我可以打开所有的门，我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，我可以在这里栖息。没有光的只是未知，不是末路。我想知道流星能飞多久，它的美丽是否值得去寻求。